让智慧住我家。箴言第三章第五到第六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道路。在座的以及在线上聚会的弟兄姐妹们，这个季节呢，我要用箴言为基础，跟大家一起追求实用智慧。箴言的智慧是指在我们的生命中、生活中有能力做出敬畏神并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将一起的学习，第一，活出专心仰赖耶和华的生命，第二，与人建立和谐关系的生活，好让我们的家庭、工作都有神的恩惠和慈爱相伴。阿们，可以吗？大家都在啊？ OK， 因为之前几个月都录影了嘛，不管你们在不在，我讲就对了。OK， 所以现场你要给我一点现场感。OK， 先给大家介绍一个十分聪慧的人啊，就是北宋政治家司马光。司马光呢是中国历史上久负盛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生于公元1019年，是一生为官清廉，是一代的名臣。在看他的生平的时候呢，以下这一段话最吸引我，就是司马光遇事沉着镇定。司马光用他的智慧挽救了小伙伴的生命，值得所有人学习。沉着镇定这句话我非常的喜欢。我们在小学的课本里呢，就读过司马光砸缸救友的故事，有没有？让我们来重温一下二年级课堂上一起朗读课本的情景哈。那现在大家都是二年级的小朋友 ，OK？ 小朋友们坐好 ，OK？ 今天早上呢，我们要一起的来念这个课本哦，单元九课文二。一起开声念，小朋友，一、二、三。庭院里假山旁，许多朋友捉迷藏。忽然间一声响，有人掉进大水缸，跳不起，爬不上。缸外朋友多慌张，逃的逃，喊的喊，缸里孩子怎么办？司马光啊，心不慌，脑子从胆子壮。只见他急匆匆翻了大石，打破缸，满缸水往外放。朋友得救没受伤，司马光年纪小，见义勇为万丈长。太好了，太好了，大家的朗读都拿 A 加 ，OK。那我相信呢，在场的人都知道，在缸里面的小朋友，若不是及时救出来呢，就会被水淹死。这是知识嘛，啊，可是呢，大概也没有人有勇气跳进缸里面去救他的朋友，因为会被水淹死，这也是知识。在场的大可能也会知道说石头是可以砸破水缸，这是 common sense 常识。但是当场就只有司马光临危不乱，当机立断的用了石头是可以砸破水缸的知识，加上让水流从破洞中流出来的通察力 insight， 然后这是风险最低的方式，那是他的 judgment， 他的判断力，他的 knowledge 就是知道说用石头可以打破缸，他的 insight， 他的通察力就是知道说水可以从破洞中流出来，然后他的判断力就是这是最低的风险的一个方式，他的 judgment， 所以他立马打破水缸，他的判断力
果然准确。满缸水往外放，朋友得救，没受伤，他的朋友就得救了。智慧呢，是知道如何 ，knowing how。智慧是知道如何 ，knowing how 的技巧，就是把一般的知识敏捷的运用，创意的整合，然后融会贯通后，展现出不同凡响的判断力。那 judgment， 这就变成了你独有的深度，你的 perception。往往这种深度呢，是在处理危机的时候被看到特别的明显。就好像司马光破缸救友，他的知识、他的看见，还有他的判断力，这是一个流传已久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有智慧的人未必读很多书，你认同吗？有智慧的人未必读很多书，相反的，读了很多书的人也未必有智慧，因为他可能是在读死书。 OK， 读死书的人呢，只理解字面的意思，无法去领略深层的含义，缺乏想象的空间，直直的 OK，书这么说我就这么做，无法将书面的东西转化为实际，只能死搬硬套，不能活学活用。那读书要多少才算够呢？这是我们可以坐下来慢慢探讨的。你是 highly educated versus highly learned。 昨天我在上课的时候呢，老师就提出了怎么样是 highly educated， 什么是 highly learned。那这个要范围中文呢，稍微还要思考一下怎么样去把这个 educated 跟 learn 这个字翻出来更为贴切。他是说到说，一个有博士学位的人，他怎么样去处理他跟他家人的关系和他在工作上的关系，还有一个学历不是那么高的人，他怎么样去处理他的家人和工作上的关系。 OK， 所以哪一个是 highly educated， 哪一个是 highly learned， 这个我们等一下吃早餐的时候可以慢慢的来探讨。再跟大家分享一个例子， Eisenhower 他的 urgent 跟 important principle time management。 知名的美国前总统艾森豪为一项任务依据两个维度，重要程度和紧急程度，分成四个现象，象限，称之为任务管理之四象限的使用。有看过这个图表的举举手呀。我们都知道说有一些事情它是重要但是它不是紧急，那有一些事情呢是紧急但是不重要，有一些事情呢是不紧急也不重要，有一些事情又是紧急又是重要。Okay？ 那一件事情的重要度和事情的紧急度是因人而异。你觉得重要的事情，我不一定觉得重要；你觉得紧急的事情，我不一定觉得紧急。所以在定义这个紧急重要的事情里面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出生了不同的价值观，所以在相处的时候就会因为这样而产生了摩擦。对我来讲吃早餐不重要，但可能对你来讲早餐没有喝那杯咖啡你就会活不过来。所以那要不要等你冲咖啡，要不要等你吃了早餐才出来呢，可能那个又出了一点的它的价值观不一样，就会出现摩擦。那如何把自己的急事、要办的事、让人代办的事和无谓的事情呢去处理妥当，能够在你如何善用时间上看出你的智慧人生。箴言六章十到十一节说，懒惰行为的藐视，在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
有智慧的人懂得按照事情的轻重缓急，列出为人实现目标必须采取的步骤。有智慧的人呢，很少会让又紧急又重要和又紧急又不重要的事情产生。一些紧急跟重要的事情，有没有人可以以你自己本身的例子告诉我，你觉得又紧急又重要的事情？OK， 又重要又紧急 ，OK， 因为不可以耽误，分秒必争哈，特别是要把孩子梳洗好，然后又要准备早餐呢，所以是那段时间对你来讲是非常紧急的。然后你在家里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很重要，那来到教会要他有他的任务也非常的重要哈，所以他就处在了那个很紧急很重要的状态里面。当他在很又紧急又重要的状态里面的时候呢，你不好去碰他 OK， 你走靠近他，他就会像恐龙一样的喷火把你烧焦 OK。 那有些什么事情呢是重要而不紧急的呢？你可以按你的你自己给我一个例子吗？你觉得重要但是不紧急的？买新衣 OK 你买新衣是很重要 OK， 但是不紧急 OK。 来说一说怎么重要但是不紧急呢？是这样吗？ OK， 但是它不紧急是因为你可以，你现在还有衣穿 OK， 所以是什么？saving 储蓄 ，OK， 存钱是吗？是很重要，但是不紧急，所以因为不紧急，钱花一下就完了。对我来讲呢，减肥，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哦，但是就是别说卢瑟。OK， 什么事情呢？对你来说是紧急，但是不重要的，很急，好急啊，很急，但是它是虽然是急，但是不重要，有吗？看连续剧，好感动啊！是，要追着哈。这期间我也看了很多的连续剧，我必须要忏悔啊 ，confess， 有时候真的是会看得很夜，两点都可以哦。它不重要，但是很紧急 ，OK， 一定要看完，一定要追完 ，OK。那什么事情呢？是不紧急又不重要？哎，得。你这样就得罪了，你这样就得罪了一村的咖啡精啊！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把很多时间花在不紧急不重要的事上，比如滑手机啦，一早上一起来你就开始滑，哎，20分钟不见了。然后现在我们有开这个邮箱的哈 ，mailbox。很多那些垃圾邮件，然后你就只是按 delete 啊，都按了几分钟 ，OK， 一些无聊的谈话啊，不建设性，但是可能对一些人来讲是建立关系了，但是有一些真的是很废的。那我们希望怎么样呢？我们希望说，Ellie， 你可以给我上面的那个 ，OK， 对。我们是希望说呢，这个无谓的事情呢，少做 ，OK。那不重要但是紧急的事情呢，我是在做办公的哈，认真的事情，你可以找人代办 ，OK。比如说我遇到有会友他或者是朋友在医院里面是紧急 ，OK， 需要探访，但是呢，对我来讲我没有时间去的话呢。我可以请人代办 ，OK， 那也尽量减少重要和紧急的这一块 ，OK，
不要让事情不要让事情变成重要跟紧急。Okay? 比如说你有牙痛，你知道你有一颗蛀牙，你知道很重要，但是不紧急的时候，你安排时间去把牙齿拔掉。但如果你被说撸色，你慢慢的拖的话，它就会变成很痛的时候，就变成很紧急，你就要立刻马上去做。那如果你有很多事情常常是在紧急和重要的这一块里面呢，你会很紧绷，然后跟你相处的人呢也不好受，因为你常常处在那种在浪尖上的那种紧急。Okay? 所以智慧的生活法呢，就是最好呢是重要的事情让他在不紧急的时候去安排好。Schedule it, okay?Task you will schedule, 你可以 schedule, 你可以安排、okay? 所以呢我们尽量呢让事情在这一块里面、啊、那无谓的事情这个时间呢把它留起来做一些比较、有用的、okay? 我想比如说、我叫你收拾你的房间、okay? 那我们收拾的时候呢就会从 A 开始然后慢慢翻。我的目标只是要把这间房间收拾干净，但是我是从这个角落开始。从这个角落开始呢我就慢慢的看，慢慢的翻，慢慢的翻，慢慢的翻，然后你就在那边逗留了大半天。你要整理房间的那个目标呢等一下就变成了没有时间。Okay, 所以抓紧时间 ,time management。一个智慧的人生是一个懂得安排你的时间的人。如果你常常来告诉我又紧急又紧张的，又事情又紧急又紧张的呢，我就会质疑你安排你做事的方式是需要调整。Okay? 我们尽量把这个扩大，就是让一切重要的事情可以被安排，这个缩小。OK, 那可以代办的呢也可以扩大，就是你分配，特别当你是领袖的时候，你 delegate, 把事情分配出去，那就可以全面顾到很多很多事情都可以顾得到。好吗？弟兄姐妹们，摩西说，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诗篇90第12节。获得智慧是一个好方法，获得智慧的一个好方法就是学习以永恒的角度来生活每一天。上帝在我们的心中设了，每一个人的心中设了一个永恒，有一天我们必须向我们的神交代上帝所给我们的时间。我很喜欢这首儿歌，我学的你把东时光老人啊，请你瞧一瞧，你给我们的礼物是多么美好。时光老人给我们的礼物是多么美好，水也不多，水也不少，就看谁安排的最妥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公平的有24小时，但是你的24小时是怎么用，他的24小时是怎么用，他怎么在24小时里面可以做出那么多那么多的事情，这就在于他怎么去处理和定义他的重要和紧急的事情。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利用时间，把你的目标放在每一天的祷告里。赵永基牧师说当他那一天最忙的那一天他祷告最多，我们最忙的那一天就不用祷告。最忙的那一天，你把你的根基，你把你的心稳定下来了，你就能够镇定，你就能够看得更准，你的判断力就更准，那一击就中，一做就好。求主引领你在处事待人上成为聪明智慧的好管家。好，现在我想知道，若有人提供智慧的方法，卖智慧啊，谁要买智慧啊？
你有什么反应呢？买咯，你不要买啊。OK， 在箴言书里面，智慧就是站在那个十字路口，叫智慧，智慧，你要我吗？你要把我带回家吗？所以这个期间呢，我的主题是把让智慧住你家，让智慧住你家。愿我们在这个年尾来到之前呢，都成为一个智慧人。我带大家看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五到第八节哈。雅各书第一章第五到第八节，使徒雅各就说了一句这么的话：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赐厚以众人也不斥责的神，神就必赐给他。我请大家一起开声念哈，再来一次：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以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人，就是必赐给他，主就必赐给他。好，我要在这几节里面呢给大家定下三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呢是缺少智慧的可以向上帝求。谁觉得你还智慧不够的举手。哇，我们都是一国的。OK。那所罗门王呢就是一个好的例子，历代志下第一章第七到十二节。当天晚上上帝向所罗门显现，问他：你要给我什么？只管求吧。所罗门回答说：你厚待我王，我父大卫，并让我继位。耶和华上帝啊，求你成就你给我父大卫的应许，立我为王，使我统治这地上的尘土上的百姓。所罗门做王了，他感谢神，然后现在求你赐我智慧和知识以带领他们。他没有求钱财，他没有求宝物，但他求智慧和知识来带领他们，不然谁能统治这么多的百姓呢？上帝的回应是，上帝对他说：你既然有此心愿，不为自己求富贵、自财、尊荣、长寿，也没有求灭绝你的敌人，只求智慧和知识以治理我的子民，我交在你王权之下的百姓，我必赐你智慧和知识，并且我还赐你空前绝后的富贵、自财和尊荣。所以当你求的时候，你要求对次序， The sequence must be right。 当你的纽扣，第一粒纽扣扭对了之后，你接下来的那个纽都会对。你第一粒扭错了，你扭到最后的时候，你的衣服是一边高一边低的，对不对？所以呢，在财富和智慧方面，当你求对了，你的生命就丰盛，你的生命就丰盛。当你在追求财富和智慧的时候，你追求对了，你的生命就会丰盛。当你学会了，就好像当你学会了钓鱼，你就不需要等人给你天天送鱼。当你有了知识，你就可以学习运用这个知识，把它磨练成为智慧。刚才雅各说，你们当中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以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弟兄姐妹，当你求智慧，上帝必定会给你。第二，凭信心求，不疑惑，带着一颗单纯的心。上个礼拜 John 弟兄跟我们分享的主题，带着一颗单纯的心，单单仰赖耶和华。箴言三章第五到第六节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靠自己的聪明。我们有一点小聪明，我六年级的老师黄必胜老师他说的这句话我们永远记得，他说：不怕笨蛋，只怕假聪明。
不怕笨蛋，也只怕小聪明。就是那些有小聪明的，他们考试不用读书，但是也可以过关。但他们这个小技巧呢，不能够长期用，因为有一天，当要学的东西多过他们的小聪明的时候呢，他们就会考不上了。所以在要仰赖耶和华，在一切的事上呢，我们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我们的道路。那如何专心仰赖耶和华呢？要怎么样才能够专心仰赖呢？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我刚刚理出一个逻辑，在准备的时候，我刚刚理出一个逻辑，就是敬畏耶和华就是知识的开端。所以你不要停止聚会，不要停止聚会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不要让自己变笨，这是我自己跟我自己讲的。不要停止聚会的，不要停止聚会，当然有很多原因，但是我觉得呢，其中的一个原因呢是不要让自己变笨。因为呢，在这些年里面，在这样的一个敬拜里面，在听信息的时候，在跟弟兄姐妹交流，见面交流的时候呢，我不知不觉中发现我从中吸取了很多的正能量的知识，然后这些知识被磨过后就变成了智慧。所以我相信参加聚会，常常来聚会，彼此交流，听信息，是能够让你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那我们疑惑什么呢？我们疑惑的是，疑惑的人并非怀疑神的存在和能力。我相信你没有疑惑过神的大能，但是呢，随着环境的改变，你是否要对神掌管这件事情，掌管这个环境，你会开始有疑惑。疑惑的人在面对试炼或处理生活中的问题时呢，往往呢，他会相信自己胜过信靠神的话语，相信自己胜过信靠神的话语，以自我中心多过于以神为中心，觉得自己可以。思念地上的事胜过于思念天上的事，有短暂的眼光，看到珍惜眼前的而忘记了看不到的在永恒的添加的东西。看眼前的困境多于看将来的盼望。这是往往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开始疑惑。你通常不是疑惑神不存在，而是疑惑你看不到了那个永恒的价值。所以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离弃上帝是愚昧的开始。敬畏上帝，智慧的开端，离开上帝是愚昧的开始。最后一点，专心仰赖耶和华。主耶稣早在马太福音6:24已经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一个人不能敬拜两个主。他不是恶，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所以你们不能够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那在旧约呢，以利亚先知在加密山行神迹的时候呢，一针见血的向以色列人说出了他们问题的症结。他们说，你们三心两意呀，你们三心两意摇摆不动，要到几时呢？今天信明天不信啊。他直截了当的敦促民众做出选择，如果耶和华是真神，你就当跟随他，如果巴利是真神，你就当跟随巴利。今天你也可以，你也做出一个选择，你要相信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的，你就定义一心一意的走永恒的道路，要不然是请自便，可以选择那毁坏愚拙的道路。今天你还摇摆不定吗？你是专心的信靠耶稣，还是私底下有其他的神明呢？耶稣也拜拜，其他的东西也拜，其他的神明也拜拜。你是一方面敬畏耶和华，想过一个丰盛的生活，有智慧的生命，但是另外一方面是又心急，放不下自己的面子，抢在上帝的面前给自己铺好路，自己走。话说古代塞北一老汉家的马跑到长城外面胡人的那里去，乡亲们安慰他说，这不一定是坏事，这个老翁
他的马不见了，说别人对他说这不一定是坏事。几天后呢，走失去的马又带了几匹的烈马回来，老翁认为这也不一定是好事。Okay. 那果然他的儿子因为骑着这个烈马呢而掉断了腿，老翁认为这也不是坏事，掉断了腿也不是坏事。后来他的儿子呢因为掉断了腿呢不需要被选去当兵，就变成孩子可以留在身边，这也是变成了掉断了腿也变成了一个好事。这就是成语的，这个是成语故事，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他比喻一时虽然受到损失，反而因此而得到更好处。一匹马走了，后来带回来几匹骏马，那也指着坏事在一定的条件下可变为好事。老翁的儿子因着骑烈马而跌断了腿，那因为跌断了腿是不需要被召去当兵，可以留在家里，那也是一件好事。若我们能够看远一点，就知道说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不好的一面有可能会变成在时间的考验过后会变成好的一面。在基督里的人若能有信心专心仰赖耶和华，就会发现任何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愉快的或者的不愉快的，有幸的不幸的，都会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马书大家一起来念，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重点是你爱神吗？你三心两意吗？你爱财力多过你爱主吗？你有顺服在神的旨意当中吗？好，让我来做个总结。我们在这个期间我们在讲的是使用智慧 practical wisdom。 箴言的智慧呢是指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能力做出敬畏神并讨神喜悦的事情。Okay.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呢是在我们的生活中会遇到很多像司马光的朋友掉进水缸的故事，让我们训练自己处事要沉着镇定，要做一个有知识的人 a knowledgeable person， 要有通察力，有 insight， 要有判断力，果断的去把事情办好。第二，做时间的好管家，拜托大家不要浪费时间。当我讲不要浪费时间的时候，你未必认同我，因为你不觉得浪费时间，所以你才在我的眼中觉得你是在做浪费时间的事情，因为我们的价值观不一样。所以我们把它调起来，我们把它调整好，把你的重要和不重要的事情再重新的定义一次。 OK， 把重要的事、紧急的事归类好，有智慧的去处理急事、要事、待办事和无谓事，那你就会觉得你会跑出很多时间来。第三，优先次序要正确， set your priority right， 像所罗门王一样，先向上帝求智慧，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了。先祷告，先聚会，其他的东西就会加给你们了。第四，不要疑惑，相信上帝。我们相信很多的东西，但是我们常常就不会相信上帝。你相信那个升降机，那个 lift， 你踏进去，你按33，他就把你带上去高高的33楼。你知道这个升降机是怎么样操作的吗？ You don't know the mechanism inside， 但是你就相信它。但是往往我说，我们祷告把事情交托，你说上帝在哪里？上帝就在我们的周围中。当我们看到太阳还从东边升起，从西边下的时候，你就要知道说上帝还在掌权。不要疑惑，要相信上帝，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离开上帝是愚昧的开始。最后，专心，专心，不要对上帝三心两意。无论遇到什么事情，记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个成语，因为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那旨意被召的人。大家一起说阿们，大家可以平安散会。
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当我们向主你说我们需要主你有在我们的生命中的时候，主啊，智慧也来到我们的生命中。求主你保守我们，带领我们，从今天开始，旧事已过，新的就摆在我们的前面。主啊，你让我们被激励，被鼓励，在主你里面得胜又得胜。我们如此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